干什么？怎么突然开始演戏？今天啦，我那时候和小朋友们一起制作水晶泥的游戏，你看了吗？怎么了？小心要美甲吗？好不好吧？给朋友们看看，朋友们怎么样？超级好看吧？是不是很好看？凯文，你看一下，哦，很漂亮，漂亮。我想给小新德拉看看，很可爱的。我那时候和小朋友们做水晶泥的视频，你看了吗？看了，超级有趣吧？超级有趣。每个人分开，然后去各自房间里面拿一个材料，但是最终我们没有做成功啊，没有做成。我今天就和辛德拉来玩这个游戏吧。OK， 走吧。但是你不好奇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吗？不是水晶泥吗？我们今天不做水晶泥，炸鸡啊，我喜欢。炸鸡，但是有可能没办法做出来哦。我们要做炸鸡的话，如果材料又重复了的话，就不能做炸鸡了。首先我们需要一只鸡，鸡骨头，需要一只鸡，然后呢，油炸粉，鸡蛋和酱料，没错，酱料，就这样四样东西，因为是四样材料，我们各自拿两个，但是不能重复，重复的话呢，就像以前一样，游戏结束。我们不能提前商量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等等，镜头先关了。那么请德拉你先去吧，请德。OK， Kevin。我会挑那个哦。哦，凯文会选什么呢？凯文呢？炸鸡？这个感觉不对呀。辛德拉想吃炸鸡，所以辛德拉选了炸鸡和酱料。啊，辛德拉会选什么呢？凯文。哦。怎么样？我们的友情？选完了吗？选完了。选完了，轮到我去了。好。嗯。去去就回，我们再来一次眼神交流吧。知道了吧？OK OK， 我们一起做好吃的。哦，我们再来一次。OK OK OK, okay.。啊，辛德拉究竟选了什么呢？首先呢，应该是选了鸡，所以我就不选鸡了。哦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我选这两个。哦，真的？为什么？我拿重复了吗？为什么？这样吗？这样吗？不是这个吗？哎，不管了，就这样。嗯，凯文怎么还不来啊？这里。哦，凯文，你拿了什么呀？请坐了。摄影师朋友们说拿过来，摄影师朋友们会拿来我们各自选的材料。马上开始，我们肯定能成功的，不会重复的，不会重复的。那么，请先公布凯文的材料。凯文，你选了这个吗？怎么？为什么？重复了。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？为什么？真的吗？我那个时候不是酱料 ？No， 这样暗示过了吗？等等，那么重复的就算了。等等，有鸡的就行了，鸡腿就行了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嗯，那么请公开辛德拉选的材料，朋友们，最近辛德拉的材料是，赞赞。啊，酱料，我们太喜欢酱料了。嗯，没错。说实话呢。那个时候和小朋友玩的时候是无法做成水晶泥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哦，这样，这些材料还是可以挑战一下的。嗯，虽然我们没有油炸粉，但是我们可以让鸡腿裹上蛋液来炸。哦，不是想吃才这样的，是因为好奇心哦。但是有油炸粉才是最棒的。当然有就好了，但是现在不行这样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结束了。开心的料理时间。哦，他捅到我了。行了，这个空气炸锅会很烫的，要怎么使用呢？要和妈妈爸爸一起用。对，和爸爸妈妈一起小心的使用。现在我们来尝一下吧。我们现在没有油炸粉，所以要把蛋液想象成油炸粉，让鸡腿裹上蛋液。放进去。首先是鸡蛋，小文。辛德拉有一点非常确定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没有办法进行 ASMR 游戏，没有那种脆脆的感觉。okay. 但是感觉还是会很好吃哦。辛德拉，这个来涂一下吧。 OK， OK， 第一个炸鸡，放进去。
知道哦。我们现在就只用了鸡蛋和油。究竟我们能不能顺利做出炸鸡？好好奇啊，辛德拉。我们可以做到的。可以的。朋友们，现在要等15分才行。15分钟之后我们见面哦。想象的所有东西都会变成现实。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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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究竟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一二三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像还不错呢。朋友们看看，哇，味道很香的，没错。哇，等一下。把炸鸡翻一面，但是我没有果油炸粉，也感觉蛮脆的呀。现在鸡蛋炸鸡，我们再涂上一些蛋液。嗯，接下来是10分钟。10分钟。那么现在我们把这里收拾干净，然后等着炸鸡的诞生吧。叮咚，吓我一跳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究竟，朋友们，我打开了。行的了，我打开了。一二三，咚咚咚！哇，好完美，真的好完美啊！朋友们，看看，现在是完全熟了。哇，真的很像炸鸡啊！朋友们，像不像店里卖的炸鸡啊？是吧？我们没有放油炸粉，如果味道也不错的话，感觉这个就是不会变胖的炸鸡了，对吧？感觉也会脆脆的。哦，我们来试试。听到声音了吗，朋友们？就这个声音啊！放在这里。一二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哇，三。但是哦，凯文，这上面没有裹上蛋液。算成功了，算成功了。没错，没错。赶紧做好了。做好了，好好吃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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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啊，我就说了。我就说哪里传来的炸鸡的味道？哦，毛毛，你们两个竟然在这偷吃炸鸡？不是不是，没有传来你，不是啊。我们有三个，啊，我们果然是三个，三个呢，真的是三个，刚好。给你留了一个最可爱的，哦，最可爱的，最可爱的，别用手吗？我果然是毛毛，知道怎么吃最好吃。炸鸡本来就应该用手抓着吃才好吃嘛，这个要蘸酱料吃才行。啊，这样啊，酱料啊，这个是酱料，炸鸡的酱料。感觉这个鸡腿还活着。这个皮炸的怎么样？其实我们没有裹上油炸粉。这个表皮，有一种普通炸鸡的感觉。哦，朋友们，即使没有油炸粉，也能做出普通炸鸡的味道的。现在我们也尝尝看吧。哦，真的吗？哇，真的。哦，我们是用鸡蛋制作的。真的？我们只用了鸡蛋，毛毛。毛毛，你不是很喜欢吃炸鸡吗？这个炸鸡如果满分10分的话，你会打几分？如果10分的话，10分！哇，这个真的好好吃啊！哦，超好吃吧？朋友们，即使家里面没有油炸粉，你用鸡蛋试试吧，真的非常非常好吃，强推强推强推！新做法的开发。今天和辛德拉还有突然出演的毛毛一起，玩了玩符不符炸鸡制作游戏了，怎么样，有趣吗？真的超级好吃，真的好好吃，我会都吃完的。我也是。那么下次呢，我们会带来更多有趣的视频和大家见面的。哟。